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和顾海棠还有来往？说。是，娘您。你是要活活把我气死是不是？我哪敢呀！这还不算。顾海棠的娘还给人入殓料理后事，有没有这事？您从哪儿听说的？我今天亲眼看到了，我找人去问过了，人家说海棠的娘是入殓的一把好手。 真没想到，他家原来是干这个事的。如果我早知道海棠是这么个家世，当时你哥就是再喜欢她，我也绝不允许她进我们朗家门的。娘，她也是做好事呢。好事？海棠她擦油弄粉的本事是从死人身上学来的。您别把话说的那么难听，行不行啊？那你让我怎么能说得好听？你告诉我啊，你知不知道这件事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？她乐于助人，积德行善。 他干的确实是好事儿，放屁！海棠曾经是我们家的媳妇，又在我们郎里春当过济公，她的身世要是传出去，会败坏我们郎里春的名声的。哪头轻哪头重，你自己掂量。以后谁还敢用咱们家的胭脂？娘，我觉得您想多了。那海棠他娘帮人家就是举手之劳。再说了，您这邻居之前也没少帮海棠他家，这是知恩图报啊。 小时候您还教育我滴水之恩一定当涌泉相报，你就是这么报我的恩吗？月轩，娘是为了你好，天底下没有娘会害自己儿子的，你听我一句劝，和海棠断了好不好？娘，可是海棠她确实不是您想的那样啊。